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《九四要赚钱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晶晶。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大盘的表现了。昨天专家说了什么呢？今天的这个昨天讲到收盘大于 AC， 对，同时讲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主力心态的部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台指期再攻了波段新高，没错，对。但是攻高之后，震荡非常剧烈，对，只涨一点，对啦，只涨一点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涨幅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小到只剩下一点，好，虽然还是见红啦，对，见红还是好事啊。这个行情到底未来要怎么看？见红总会好事，不好吗？不是好事吗？哦，不是好事吗？那你昨天跑去追8996高地3227原相3545敦泰一大堆，卡住在那里，全部都黑。哦，再讲一个，你昨天跑去追2356音乐达，今天忙挂，也是啊。但是问题是收红不是好事吗？所以未来到底要怎么看？还有一个哦，对，老师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我们有对话过嘛，对对对，老师跟我讲一句，哇，惨了，又进入了难搞的时代。哇，听到这句话我警钟又响起，难搞的时代代表什么？赶快请教谢文恩分析师。好的，为什么进入难搞时代呢？如果说大家每天有在看那一个新闻的话呢，我请问各位哦，今天为什么韩国股市日本股市跌到爆炸？因为最主要的原因，北韩又发射飞弹了哈。那基本上哈，没有，因为这些事情呢，我说真的啦，因为我盘中的话呢，我除了切大蒜之外，没有切大蒜，煮饭，我都是听音乐，我不可能去看任何没有出席看图说故事的盘中连线节目。我举个例子哦，今天早上最强的绝对不是2382广达，今天早上最强的叫做2603长荣，去追啊，去追啊，啊，追完之后嘞，那你昨天最强的股票叫8996的夜水高利，因为投信买超，就你从昨天追到今天，你赔十块钱，你十张又赔10万块了。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哈？我还是老话一句啊，不要盯盘这四个字，它不只是用在指数期货，它也是用在股票里面，都是完全一模一样。老师啊，我不盯盘，我怎么下单？我请问各位啊，你今天股票买手套牢，是不是因为你盯盘看到急涨追追追追追啊？追完之后，啊，追完之后嘞，啊，追完之后嘞，就套牢叫做波段嘛。那期货也是追啊，股票也是追，怪不得你现在伤痕累累。难道新的一年你都没有任何新的期许？还是我要唱歌给你听，你才会醒？我先把网络关掉了。先唱歌好了啦。先唱歌，拜托，这么简单三岁小孩的行情，我们要赚钱的。来来来，我先给大家看证据哦。昨天哦，我们从240嘛，240一路买到832，这个点哦，就好像让我又回想到当时16000点的时候，全宇宙就只有我在做多，结果我海捞10000多点，你都还记得哦，因为我总共买10次嘛。那同样的，你看哦，昨天到832的时候我还做多，就到今天941的时候我又赚100点，还没完哦，还没完哦。基本上哦，出不出手，它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业水原则，因为一般投顾老师容我模仿一下哦，因为他根本没有绩效，他也收不到会员，他只会跟你讲说呢，现在涨多了，涨多就是最大的业水利空，不排除回档修正。我他妈的是什么话？那不排除回档修正，你去放空啊！你今天台指期货，如果你空41，你赚翻了耶，你可以赚40几点，为什么不敢空？因为下面根本没有鸟，拍谁啦？我们今天是来打战的，战争在战场，那叫做人肉绞肉机。你进去，有的新兵哦，才拿到枪，一下车就被干掉当肥料了。这个东西哈，你以前只会发生在什么？你 Saving Private Ryan 拯救莱恩大兵嘛？那不是大家都有看过嘛？不是很多人从那个很多人从那装甲运兵车一出来，马上人家德军拿 NG42在空中碉堡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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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射到钢盔就死掉了嘛？现在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乌克兰跟俄罗斯，甚至于包括以色列还有巴勒斯坦，打成这样子，人肉绞肉机无时无刻都在上演啊，那是战争面啊。那实际上嘞，没有啦，我哈，为什么我都不用去花那种广告费用？然后呢，很多人说谢老师，你节目当中在念别的投顾老师，拍谁？我打，我是全部都打。你懂我意思吧？你今天你要想清楚哦，你要什么样的业水投顾老师？好，我看你来来来，昨天看过了，来看今天扣讯哦，许晶晶啊，有，今天9:37哦，因为我怕买不到，我改9:12到9:13买，这样子我的会员又能够赚5800块，20万的成本我又赚了5800块，你前天办好入会手续，我先算一笔就好了哦，
昨天20万我帮你赚2万，可是昨天我出手2趟，所以昨天20万我帮你赚4万，4万再除以20万，我又帮你赚了20%。我怎么做到的？我怎么知道？哎呦，不排除会等纠正。哎呦，因为现在没有成交面啊，我们干脆农历封关好了，那你就去淡水唱歌就好了。因为我知道主力做手的操作，它是架构在价格的一个谁观念。更重要的重点，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？来，记不记得今年的1月2号的那一天，我给你看这一张 Happy New Year， Happy New Year 这个样貌，这个样貌，科学小飞侠就已经很清楚的跟你明示。第一个来自于你，如果看得懂这张，代表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。许晶晶完全不懂哦，他完全不认识。他这是这五个人到底是谁啊？原来我知道珍珍呐、啊。哦，珍珍，珍珍是这个，珍珍这个，这个珍是这个嘛？啊，珍珍这个啊，这个是大熊嘛？这个啦，这大熊嘛，对不 对？那代表许晶晶的年纪嘛？感谢老师哦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没有，你今天没有，我还是老话一句哦，你今天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个投顾老师，能够做好预测？什么叫预测？来来来来来，今年最主要的几次转折哈，1月8号你就不要提了，1月8号做多，结果我那天我一直讲这个笑话，那不想讲，没时间来。最重要的一个转折，1月11号，好，1月11号，我们都知道选举是1月13号，是我请问各位，你敢出手吗？那个你看，你敢出手吗？可是来到1月11号礼拜四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跟大家预告赖清德会当选？当然没有，干我屁事啊！我只要知道人家主力做手的心态到底是多还空，主力心态多，我讲坦白，即使没人当选也会大涨啊。嗯哼，这么简单啊？那时候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到时候赖清德呢跟那个谁呢侯友宜票太接近，然后选举无效之数，你们会考虑太多啦。所有的东西，难道你都不相信主力做手永远都比你早知道吗？是1月11号跟你预告主力心太多，只有你不买，我一直买。1月12号的时候一样跟大家预告主力心太多，最瞎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当天我预告外资空单会回补哦，连续2天跟预告主力心太多哦。结果呢？你不是嘲笑我哦？外资期货空单增加1100口，结果 PM 盘逮到机会，赶快去放空，放空。结果呢？隔2-3天，选举结束之后，台指期货有没有大涨？我又很轻松带我的会员大赚500点。之前16400的，明天还是要把16000再拿回来。好，赚了10000多点，这个又赚了500多点，等于说呢，你今天，我个人觉得啦，你前面这两个，你帮我再注意一下哦。你只要知道关键价 AC， 你只要知道主力心态，我讲坦白的，你要翻身，你要反败为胜，真的很简单啦。结果呢，第一次的转折，我完全帮你给掌握到了嘛，所以大赚。就之后呢，当你认为说选举之后赖清德当选跳空开高有行情的时候，很抱歉，你又遇到每天大盘主力心态空，收盘小阴 AC， 外资一口气狂卖台北股市高达1000亿。好，第二次转折哦。第二次转折的时候，我当天在讲台积电法说会，而且晶晶哦，这个不是等它涨上来的时候，我才跟那群哈巴狗一模一样秀你看口讯哦，干那么没出息哦，麻烦你把上个礼拜四的重播再调出来看。上个礼拜四我有没有跟你预告我连续买2次？上个礼拜四我有没有在台积电连屁都还没讲话的时候，我就 good for 台湾 semiconductor？有吧？台积电他妈屁到刘德英都还没坐下去的时候，魏哲家还没坐到椅子上的时候，我直接跟你讲，法说会就是会好，屌吧？有，我凭什么？因为大盘主力心太多，那你们不去下载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，还在跟那一些没办法成长、不成熟的投顾老师没有绩效，只会在看旁边看戏打压别人吗？太没用了吧！主力心太多，主力心太多。我跟你算一笔而已哦，一笔到今天就高达710点。好啊，来来来来，精彩了。结果呢，预告完之后，隔天1月19号，台北股市开高走高。我请问各位啊，你正常的做法，你手中没有多单，你就想要放空，那是标准的人性，因为你认为台北股市一天不可能涨400-500点。可是就我的业水角度，我只看主力做手的方向。再来一遍，少了100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400多万的 YouTube 广告费用，
我们能够给大家超低价的一个优惠，而且我连那一个按赞的人数，甚至包括点阅人数，我都没有买哦。点阅人数呢，我老板也问我要不要买了，好像一百个观看人数100块了。干，我说那么脑袋有洞买，那到底在干嘛啦？我真的没有差你们啦，因为你们迟早都会来找我啦，因为我都是讲在前面啦，来再一遍哦。赖清德当选的礼拜一大涨，为什么从此之后连续杀两天？因为每天都是主力心太空，而且收盘小于 AC。结果呢，从台积电法说会的那一天开始，每天都是主力心太多，就是因为主力心太多。拜托，许金看到没？涨300点的时候我还做多，看到没？这对外涨300点了，我还做多。结果没想到涨300点那一天，我继续做多，既然又可以到今天赚了400点，还没完，又跟大家预告收盘大于一个所谓 AC， 所以说快手冲，快手冲。我跟你讲哦，再一遍哦，基本上我不可能做出这么漂亮的字卡了。看这个哈，这个是非凡，非凡的，非凡，非凡，这叫非凡做的哈，非凡做的，这非凡做的。嗯，我是来打战，我是来杀人的。嗯，好，我今天呢，什么叫非凡字卡？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我今天哈，我很贱，你知道吗？我你在前线打战，我送你一台坦克车过去，结果坦克车里面没炮弹，也没子弹，那是要干嘛？那干嘛？要干嘛？当炮灰啊？没有，用坦克车压人啊？你看你压到压不到？看你压他压不到哦，好，我不太去做这种 fancy 的东西。嗯嗯，不过这是公司他推的一个所谓专案啊，因为他说哦，现在投资朋友好可怜，好体恤投资朋友。看你们看我节目，你们会可怜哦。你们看我节目没按赞分享，你就打屁股的。这看我节目会可怜哦，看我节目可怜，怪不得这个点不敢买，就这个点我一买，我又赚了220点。然后呢，昨天来，昨天来，昨天嘛，昨天一二三嘛。但一二三，它的 PM 盘大震荡，拍水全部做多。就昨天整个主力心态还是多，所以说我又做多。到昨天哦，算到昨天当冲，就我拿当冲好了，我这样赚70点了。那我问你，看涨多就是就不是不是？我问你哦，你们有时候我觉得投资者你们很可爱。如果说哦，你认为说哎涨太多了，好涨太多我不敢买啊，不敢买，你看投资节目干嘛？那你们白痴哦，拍水，我讲的是事实。纾解心理压力。我问你，没有。昨天有没有很多投顾老师在跟你介绍原相？嗯，没涨过。今天再讲个笑话，今天最新的一个技术嘛，那个等于说我忘了叫什么，因为中文叫什么？他说未来的话呢，他的你的投影会直接投影到你的手上就可以了。哦，对啊，对，投影到手上，那个叫什么技术？好，我问你哦，就今天你知道吗？盘前连线节目。有多少投顾老师在介绍受惠爆红6669为一，3406玉金光，因为投影的过程当中，它一定需要非常精密的镜头，不是大力光就是玉金光和华金科。结果恭喜你买到玉金光，你一天赔200000，好爽哦，好爽哦，小师心怎么坏呀？我跟你讲说。盘前盘中麻烦切一下大蒜，收到我的 call 讯就照我的 call 讯去下单，有中就有中，没中就没中，不用急。就像许晶晶，我问你哦，我们已经连续两天每天 PM 盘都挂2330台积电，因为台积电现在跟24小时交易嘛，我有买到过吗？连续两天都没有买到，连乌龟毛都没摸到，然后呢，许晶晶打我吗？不用吧，你们晚上你就专心跟你的家人培养感情，专心带你家的狗去遛狗嘛。啊，甚至你也可以把你的室友当成是狗啊，你带你的老公去遛一下。你们为什么老是要执着一直看牌？哦，我再给你强调一件事情啊，很多人说什么霸王条款、帝王条款，很多人过马路都在看手机啊。干，我讲难听一点啊，那些都在看股票啦。10个里面至少一半看股票啦。这样赚得到钱，我投多少给当你做？你敢买？我问你哦，没有赢到昨天哦。哎，昨天哎，拍谁？许金英，我从240买到830了，中间价差已经600多点，就从16000点，我一路买到17300多点哎。干，我赚10000多点赚假的哦。你不只是，我只是做法不断的复制。好，来哦，来哦。昨天跟大家预告收到 AC 吗？没问题吧？昨天呢，跟你讲外资持续加码，结果昨天外资期货真的买5000多口。好，来继续哦，再看一下哦。你看今天主力现在8058万，
干这次主席现在真的很凶，你知道吗？老是北韩打战啊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韩国大跌，因为我不管那种东西啊。嗯、而且呢，敢讲韩国大跌或讲美国电子盘的，现在都没有在我公司上班，我就麻烦来讲，没有，不是按、啊、你不是按、啊、你去放空啊，你去放空韩国股市啊啊等不啊等你开完户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嘛？对啊，你不知道干嘛 啊这等于说早上8:58就很清楚的预告主力心态多，而且是从从上个礼拜是每天主力心态都是个标准多，所以说随便做多我又赚了29点。好，再一遍哦。好，来了，晶晶啊，这昨天哈，我们不是这张图卡，我讲很多天了，因为我这个人哈，我做任何的事情，就像今天凯明问我，不是凯明啊，那个三问一件事情，这个行情要涨到哪里？你们每次问这同样事情都被我念，你要摸着石头过河，难道我今天不能战争再爆发吗？现在以色列跟伊朗会不会真的打起来？我哪知道啊，干，可是主力知道。可是主席知道，可是问你哦，为什么你要下载我们软体第一时间有主席下？我请问各位，我会再跟大家报告，我说主力做什么？哎，一天只花你一个鸡腿便当啊！你看你吃鸡腿便当得糖尿病，然后肝脂肪又过高，然后又不运动，哎，你知道脂肪肝过高到最后变什么？知道哦？就肝硬化啊！然后呢 ？Nice， 就肝硬化下去就毁了，因为肝是排毒的器官呢、啊。就肝癌啊？对啊，就是肝癌啊、嗯，对啊。所以说，没有再举个例子好了。很多人说，哎、欸，日本都瘦瘦，日本好长寿，没，哎、欸，真的日本都瘦瘦的，都瘦瘦。然后他们日本很可爱哦，他们早上喝那个miso 里面很多抗氧化嘛。然后呢，韩国喜欢吃泡菜，泡菜也不错。嗯。好、哦，可是问题呢，腌制品的话，建议大家不要多吃，因为多吃的话你就得鼻咽癌。嗯。不过腌制品是好东西哦。那么日本人呢，早上不喝酒嘛，中午晚上都喝酒啊，都这些喝酒，三餐除了一餐之外都喝酒。嗯。那我问你哦，为什么日本人瘦瘦的？你会发现，你又去过霓虹的话，你会发现大部分日本都瘦的，他没有胖子。嗯哼，因为日本没有摩托车，好、哦、很少吧、哦？很少，几乎没有。对，那我他们都骑脚踏车。对，骑脚踏车、哦。那我请问各位哦，我今天我假设呢，我不肯住京都车站，京都车站那么远嘛、嗯，啊，我距离京都车站2公里以外的地方，我当然走路过去啊。嗯，你懂为什么？他们是很喜欢走路，他们超爱走路的。可是他们因为空气比较好了。就工作真的好累啊！我工作最后那些考研，台湾我可怜，然后中国我可怜的啦。所有的污染行业都在台湾、中国、韩国。不然就飘过来啊！对不？还有飘过来的。你卖工地阿拉阿拉没关系啦。你看多少污染行业都在台湾，那没办法啦。日本有吗？没有啊，都是你们在做啊，就跟美国一样，污染行业都是你们亚洲国家在做啊。我靠，可怜，空气够差啦。这样也不对、哦、如果你不骑摩托车的话，那、啊、你用走路，到时候变人体活动什么空气滤清器？清气机，对。好，来哦，再一遍，再一遍哦，再一遍哦。这讯号出现没？来，今天开始看一遍哦。嗯。这讯号出现没？好，来问你哦。我们先讲美国好了，先讲美国。来来来，为什么今天主题线要多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因为昨天我预告的 Philadelphia Index 有破吗？没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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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、没破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哦。好，那既然 Philadelphia Index 呢已经逃过一天了，那明天呢？明天呢？来看清楚哦。明天都在43.20.6。好，基本上今天的收盘还是大于 AC、嗯。所以说即使你看到今天韩国股市、美国股市、亚洲股市重挫，台北股市来就不没问题。嗯哼。好，来哦，我再做个推演一下哈、哦。这个不要破，好，你老是在做破呀，哎，破的话，这个不要跳空破，哦，哦，这个很重要哦。老师啊，干你做期货管上会干嘛？我在爱你哎，我在关心你的股票。这个如果破，90%的电子股会爆炸，会爆仓。哦，不需要去预测，看完哦。可是我觉得几率不大，因为今天收盘还是大于一个所谓的 AC。嗯，这是为什么哈？我就说过了嘛。我从上个礼拜四，许金帮我发誓，我们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你要去找那种盖牌投顾老师的股票，我建议你就买0050就好了。好，其实回过头来看，有没有感觉到很感动啊？很多人跑去呢，哦，连3037星星哦，星星哦，它是未来 ABF 窄板当中用在整个 AI 当中比重很高，结果星星连杀2天，好蠢哦！星星哎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在跟大家报，你看0050，好了，老师啊，不是我有我没有，还是有会员哈、哦，他会稍微念一下，哎、嗯，老师这一股怎么怪怪？然后这大基2603、2382了，2356，感觉这叫进熊哎哈、哦。嗯，好，没有，这不代表本人立场，哈哈哈哈，这我写的啦。可是。
没有，可是我稍微念一下嘛。好啊、可是我没有买哦，我没有买哦。我传真稿不是我的传真稿，比较不会像去像是那外面那种废物哈、哦嗯，那种废物传真稿，人家连包饭团都不要了。我的传真稿都做预测，我传真稿是做预测的、嗯。我在里面有提到哈、哦，我说了，如果说你喜欢做小只的股票，不管包括五四七八智冠，哎，日期是昨天写的哦。对，智冠啊，星象啊，华裔啊，橘子啊，今天全部涨停。那为什么不做？搞笑，看没有啦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做大只的。嗯嗯，因为你做广达做到大赚，不是你做这个都能涨过涨停板。可是我问你哦、喔，好，我明天智冠能不能开高走低？有可能啊，对呀、啊，因为它是小型股、啊，它小型股，小型股、啊、很容易我很容易浮动。不是我这个人哈、喔，我比较不喜欢做，就好像很多人说老师零五也抱着啊，抱着啊，不是你我刚给你的讯号 AC。好、哦，飞扬大飞扬 ，Index Nvidia 有任何跌破吗？没有跌破报纸啊，所以说，没有，如果说看，今天这就好贱哦。那没有，好啊，来，都举例哦。好，智冠今天涨停板啊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买到智冠，我买华裔，我买大宇之，所以说我总共加起来赚了四成。那你白痴哦，白痴哦，我光一个0050我就赚一倍了。是啊，我何必去那个几成几成？对，不是。没有我真的，而且它太危险了啦！说真的，不是，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！你们为什么不考虑一下你们的人生方向稍微转一下啦？我现在没有要求你做台指期货啦。你说又好恐怖哦！啊，0050会恐怖吗？不会吗？不会，不会啊！你再讲难听一点，你今天3406郁金光很恐怖，很恐怖吧？恐怖到爆表！你今天2350越打，干你越打，你越打只要买一张哦，你买一张你当然没感觉啊！啊，你越买一张哦。啊！我今天我台指期货我随便出，我讲今天而已哦。我随便出手，我赚5800，你业达赚5800吗？你赔50000了耶！有对，所以那是钱呢，开最高收最低，那都是钱呢。来，好哦啊！你看，我们传真稿都写，包括什么0050啊？没有，这第一天没中嘛。哎，来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好，今天等台积电，然后台积电昨天 PM 盘挂69也没来，也没来哈，然后台指期也没来嘛，啊，说没来，那都没关系，没买到算的好。那我的做法很简单，哎，那2603没时间讲了，来，剩下7分钟时间，还慢慢铺成很多东西，乃至2353的夜水宏碁，好，我们全部大赚。好了，今天连线之前哈，连线之前广告吧，然后那个思安跟我讲说，感谢你真的哈，我觉得我真的好佩服你哦、喔，他昨天只问我两档股票，一档叫238的广达。因为我其他老师都介绍小型股，然后帮主力出货，你不要那么白痴好不好？嗯、我没有，我再问你哈，如果你看多这一个行情，你为什么不去买台指期？为什么不去买0050？它是一篮子的热水股票，那你自己们他妈的那乱做乱搞啊！你买到 Nvidia 啊，你买到郁金光啊，你不是赚指数赔价差吗？那你要怎么样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？你就是要做0050，你就要做台指期，甚至昨天许金帮我验证，我们昨天哈，我们已经开始写00878。嗯，好，我也把一些 ETF 放进去了，因为如果就实际上面的角度，好，我就讲层面好了，00878怎么操作？你要看广达、啊，嗯，对啊，还有0770怎么操作？你要看 NVIDIA 啊，0770就是我叫你查叫北美哦，那个。北美科技业指数科技 ETF 对啊，你就看 NVIDIA 啊，嗯，你就看 NVIDIA， 你就看 Nvidia 就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。我现在传真稿已经开始放这些东西进去了，因为你们喜欢做嘛，我给你做嘛。只是杠杆度的话不高，那杠杆度不高的话，00878，假设明天来要买点啊，来，我举例好，来，我昨天写买点多少，来念给大家听。你们找个这样的老师啊，这是用在昨天的，昨天我每天都写00878的话，我昨天写21.45，你来21.45，你一次要500张下去啊。你才能感觉到那种杠杆的角度啊，你懂我意思吧？20.45，一天一个基点费，赶快打电话进来入会就对了，入会就对。哎，剩5分钟，靠腰，快，哎，这都不讲，这都不讲。然后，哎，有，还没有那个谁，施安的故事还没讲完。施安就说，哎，那个2603长龙来到箱底那边买，我说哇，干厉害，我说可以买。哦，可是我说今天就要跑，哎，真的，今天阳明，哎，长龙阳明冲上去就掉下来。对。都是半天的。好，那我们广达的部分的话，刚晶晶私底下问我说，广达我出了没？嗯，基本上哈，我问你哈，我从132买到170，好，我总共赚49只涨停板，我赚了800万，嗯，
没有露出败相之前，我不会出位，我真的不会出位，我真的不会出。然后广达来，广达利用急杀买进，利用急杀买进赚38块钱，好，1月18号买的，1月19号再买，好，所以我赚70几块钱。然后跟大家预告，在我的音乐达，我跳快点，跳快点，好，在5分钟，因为该卖的时候我会卖，相信我会卖。然后音乐达呢，我们当天我们买的时候在1月19号。我们要盖牌嘛，等于说1月18号呢，广达利用急杀，广达利用急杀，我买在222块钱，好，222块钱，我没有盖牌哦，完全没盖牌哦，然后1月19号，我又在加码，我就在加码238的广达，所以一档2382的一个所谓广达呢，我们呢在短短两个交易日，我们就赚了，赚了71块钱。好，那可是问题，它涨多了，你又不敢追，结果就我预告呢，我买 IP 跟 AI 的，好，就是235的英业达19号那天，结果预告完之后，隔天英业达真的涨停板，很厉害吧？预告自冠涨停板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家狗英业达比较厉害，我家狗有时候大便大完之后自己把它吃掉，我把它被我打死哦。狗改不了吃屎，你看狗的智商就是比老鼠还低了、还没完，好，想要见证奇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昨天跟你讲说，斤斤计较，我昨天跟你讲说这个点我买，有，哦，结果昨天英业达拉尾盘，对，拉尾盘，我刚好赚了一涨停板，好，再给大家看讯息、哦，来，这都昨天，这都没发生就算，你就跳快点来哦。今天早上哈、来。9点25分，9点25分哦，英业达期我昨天卖最高56.3买回，好，我们现在处理英业达，好，我们现在处理英业达，好，英业达，图我都有贴在 PRO 1018，我问你哦，昨天英业达我出在57.3，就期货的角度，我又赚了一只涨停板，这个时候没有，我讲坦白，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有点。讨厌啊，你就期货的角度，因为它杠杆稍微高一点，我赚了1块钱，我几乎赚了一只涨停板哎。可是就股票的角度，我赚1块钱，我才赚2%，更差，这差很多，差很多。那好，代会就这样子啊。如果说是股票的部分的话呢，他会说：“小石啊，你做那么短干嘛？干哦，好痛，头好痛，头好痛啊，头好痛啊。”然后还没完呢、哦，啊，谢老师。你早知道今天音乐打会掉下来，啊，你干嘛昨天不出？哦，更痛，头更痛，很好笑、哦，这很好笑、哦，这超好笑，没有，不是知道，不是你出掉之后，我喷就喷上去，他说，干，谢老师你这么短，我、哦、干痛好痛，对，阿斗等一下，干，哦，谢老师，啊，我怎么说？怎么样都有人讲，真的，不会啦，我都可以接受了，许晶你知道吗？有，还没完哦，9点25分哦，今天是1月24号嘛，我昨天卖最高。9点25分，我挂56.3买回，会不会来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在乎。我再问你一件事情哦，如果哈、哦、那个蔡英文跟你讲说，你们以后下单没成交要收20块，就跟你抽股票一样，这样谁要下单啊？那就很好笑，没有没有。散户会输到脱裤子，因为每个都用市价，就不会有人下单。会大会下单用市价，那边乱砍哦。那散户输到脱裤子，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，包括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， 没有人说你下单没成交要收钱，干没有这回事的啦。OK， 结果呢，今天最低低点56.3，还没完。对，1点45分收56.6，我又赚钱了，买最低。叫你们多学啊！老师啊，你们今天穿颜色乱七八糟，感觉无所谓啦。你们看到公鸡就已经代表这是名牌，好不？名牌哈，名牌哈，无所谓啦。怎么办？所以接下来很难搞的行情。许晶还没完，还没完。对，我还没完。华通也赚钱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是从70.1拉到71.3，是是，我也赚钱。华通今天赚钱。好啊，我今天哈还没想完，宏基扣金没给你看呢。华通、英业达，好，不要讲华通，英业达，闭着眼睛，干，算了，连眼睛都不要闭了，干，不要起床躺就好，躺在棺材里面，他妈的，看升官发财。好，继续解盘，按赞分享，按赞分享，继续按赞分享哦。有人问我好两件事，第一件事，谢老师，他约宏基，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思翰为什么那么爱我？因为最主要原因，我介绍都是正常股票。好，我今天怎么讲的？我说你去追宏基的怎么办？很简单。这个价格不能破，你看连干宏基我都有解给你看，我干嘛？既然找到老师啊，我看了解。广达一样，昨天来再回顾昨天哦，昨天的价格是多少？昨天价格跑哪去？是广达，跟广达追价格跑去哪里啊？算了，广达我看一下，
昨天报写多少？我还忘了，不管不管，哎，来，昨天是26.5，26.5，哎，刚刚今天问的很好哦，嗯，广达它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收敛形态，嗯，可是我认为啦，应该往上攻，可是我这个人就还是老话一句啦，李老师，你好没胆哦，来，好，我喜欢人家讲我没胆，你知道吗？徐先生，我喜欢讲我没胆，我问你哈、哦，如果你知道英业达56.3买，收盘收56.6，要不要买？要。对啊，为什么你没买？啊，所以说你们笑我没胆了、哦，因为你们就是阴啦，喜欢用追的啦，输到脱裤子啦、嗯。所以说快手冲什么快手冲啦，干抽咖啡哦，操，好难念哦。短天期真的没有，你昨天办好入会手续的，嗯、光今天期货又5800块哎，光今天股票的业税部分、嗯，不管包括英业达，哎、欸，昨天卖最高，今天买最低哎，包括233华通赚翻了哎。嗯，这就是事前预告的能力跟模式，反正记得一定要按赞分享，然后把呢变盘条件稍微写起来，那只要变盘条件没有形成之前，当然还是要偏多操作，不知道该怎么变不知道该怎么便当的哦，反正呢一天只花你一个鸡腿便当，我们电话号码02-23938，有相信事前预告随便才是真的。好了，难搞的时代真的操作上面要特别的小心，然后有任何的问题请教专家。明天下午的2点，也请您持续锁定未来事件簿，我们再会，拜拜。